范冰冰工作不断，近日戴着大墨镜参加了北京的一个活动，看上去笑容满面，十分靓丽。不过当记者提到赵薇时，范冰冰顿时就没了兴致，连说了两个胡说八道。胡说八道，就我就不想告诉你了，对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胡说八道。东方新娱乐北京报道。